那青蛙真要你做好了？那个没问题啊，那个我已经快做好了。那羽毛剧，我们上礼拜约今天下午一起开会，你还记得吧？羽毛剧，我正在干嘛？孵蛋哦，那我等多久？某俊，你等一下可以帮我买午餐吗？我那个来不舒服。没问题啊，凡凡姐，那你今天就好好休息吧。谢谢。哎，某俊某俊，那我的中餐顺便，谢啦。哦，没问题啊，那我等等再把菜单拍给你们看。嗯嗯。哎，某俊，那青蛙真要你做好没啊？晚点客户要看呢。那个没问题啊，那个我已经快做好了，大概在半个小时吧。嗯嗯。哎，某俊，我们上礼拜约今天下午一起开会，你还记得吧？开会。我记得开会。哦，这样约下午两点半了。OK， 没问题。许王俊，现在把这个包裹送到我爸那去。没问题，朱姐。你是说送到董事长那边吗？对啦，快去。好。两点半要房间两点用客户资料，然后再去帮房间买午餐，然后午餐在两点半开。许毛俊，他正在那干嘛？孵蛋哦，那我等多久？好，我马上去。毛俊，我的午餐。我忘了。啊，我的资料呢？你不是说你没问题？你再给我五分钟，再给我五分钟，我马上就好。哦，快点！胖胖哥，那个会议，算了，你好好再叫我吧。